双节棍入门教学第四集，横扫。第一步，右手扛棍式，然后拧转手腕，向右侧平放小臂，虎口向前平行扫出，注意蹬脚变弓步，配合身体转动，将横扫的力量最大化。脚下步法不灵活的朋友可以单独练习变转弓步训练，使脚下步法灵活稳健后再配合横扫发力，你会发现整体旋转发力可以爆发出手部